大家好，我是小新，今天我们来拍一些农民工骑摩托车返乡的一些视频。我现在正处于通道的一个义工免费服务站。铜仁，哦，到铜仁去，哦，那是早上出发了，哦，从早上就出发了，那晚上就是晚上休息吧，连夜赶路，没有没有，哦，正常休息，晚上休息啊，休息，然后，那个在哪里受得了啊？人家晚上呢？人家每年都回家吧？每一年都是这个时候回去，哦，也是这个时候，但每一年都是开摩托车回去，哦，也是走这条线路，对，哦，这样子，这样子。你们路上还有其他的？有啊，我们来有也有很久，好多个。我们已经来都进到三四个了。好，要变换点仓储，要想一点哈。你讲你干嘛了？你们是把哪里来啊？清远。哦，清远。是去回贵州是吧？哦，每年都是走这条路吗？是。哦，每年走这边。几次了？啊，这个小朋友多大了？啊，有十岁了。十岁了。嗯。也是在外面打工，就带到外面去。是啊。啊。那路上来啥楼梯去了？啊，对对对。但是还是开车慢点啊。哦，要到晋州，哦，要连夜赶到那里去住啊。那你们回去明天到得了吗？明天到得了，可能要到下午这样子。下午到家。叫他们停一下嘛，现在这个就还给我包了。